Mira 成员姜涛早前出席活动的时候，唱蒙着嘴说爱你的片段在网上流传，有不少人看完段片留言说他咪嘴，而姜涛在昨晚终于都忍不住在限时动态上连发三张图开腔对网民的负评做回应，他写话抱歉真是忍不到，他还连环截图开名反击某位网民的负评，姜涛闹爆那位女网民说无意中见到这个评论真是很讽刺，成日在 IG 分享关于精神健康资讯的人嘴里面就讲着伤害人的说话，姜涛追击这一位女网民甚至 post 了她的自拍照，可以看得出她真是很生气，不过她在今日就为事件发文，还向那位被她闹爆的女网民道歉，她说昨晚因为冲动了做了些不应该的事，她向这一位女士道歉。